终于来到了酒店。大家看看浴室。从早晨6点从家出来，现在是德国时间的2点钟。英国的1点六七八九十十一一，6个小时，整整6个小时来到了德国柏林，这是这一个酒店的房间，入住了，刚刚入住下来，好像还不太差，比较安静，没有对着主街，没有对着主街。我很累，很累，因为这2天真的没有休息好。出去，昨天晚上看费加罗婚礼，回到家已经12点多，然后又给弄箱子、弄行李。我来到柏林了，我在柏林，好，柏林。我在这儿呢，我在柏林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看到我染的头发，现在水的水颜色还是有些发红，洗了头。哎呀，没有时间搞，因为这浴缸实在是太小，而且它那个阀那儿，那个阀呢，非常的，不时，然后一直要漏水，我还要添一些水，一边添一些热水一边洗，哎，真没有时间呢，没有时间去叫他们搞，我到现在电视还打不开，不会打，我是非常老土的，英国来的很土的一个英国乡村女人哈，在德国酒店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个，一般我们出去旅游的地方，我以为会是从底下按、后边按或者是上边按。都不对，都没出来。最后从哪儿按？就是很自然的就按，就是推这个瓶子，它就出来了。哎，最后我想，哎，还是简单，哎，还是简单最好，是吧？你按哪儿都是按，它不都是想出来吗？所以也没那么多复杂的这个结构来找麻烦，非常好。所以就这是一种给我的一些想法吧，就说它就是简单的这样推出来就挺好。所以，另外呢，这个小浴缸真的小，我在这里泡了第一个热水澡，我的感觉我像一只这个超级巨大的大笨象，在一个非常小的小池塘里哈，先泡下腿，只能先泡下腿的距离，然后呢，再泡下上半身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这些，它这也是老式的，这个跟英国老式的一样，就是一个冷一个热。它这个酒店是老房子改的，所以它这些水的系统估计没有改，很好，有吹风的、吹头发的，很暖呢，早晨的暖气，这我就满足了，我就满足。我们小穷人旅游住这种地方，就没有什么，就已经很满意了。条件很简单，有点热水就很高兴了，所以泡浴是非常好的哈，泡澡也是会让我们很快就松弛放松的。就这些小柜子，有些小柜子，别的没有了，保险箱这一定要用了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，但是我一般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我就带在身上好了。电视的，清晨起床，我们看一下早晨。看看它这门怎么开？哦，这门很好。哦，这门是向里开的，老式的房子是吧？这也是向里开的，2层门，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吵的声音。这个是什么？早上好。哦，这是德国人吸烟的，都有吸烟缸。这个没有哈，这在英国就会大把的花了。在我们英国就大把的花在这里了，明显它没有。前面是左下角是酒店，
那边看到车的地方是竹马路，很安静，我睡了一个非常好的好的觉，休息得非常好，早晨要泡浴，这时候下边的车很好，很安静。星期天的早上，星期天的早上，来啦！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！我这可是穿的是亲姐姐送给我的睡衣，可是是中国产的。住在德国的酒店，然后整一下去逛市场。哎，早上好，疯婆子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蛮安静的，我很喜欢啊。这是下边的车也是蛮多的，但是我很高兴，我很开心，我开心。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，回头见。大家看到他这老房子的手柄哈，有点背光。而且向右这样子就打开一层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也是向右，还可以的。这种老式是可以用的，是很安全的。外边是打不开的，而且是向右开的，很有意思。怎么回事？这个门打不开，我约好了去见朋友的。哎呀，气死掉！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又不会讲德文，我怎么让人家给帮我开这个门？我昨天上这个锁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呀，我已经使很大力气，它开不开是怎么搞的？哎呀，气死了！哎呀，我一打电话，人家也帮不到我。我再试一下啊，这有一个钮是吧，我摁一下，哎呀，终于开动静来了。哎呀，我要出不去，我就惨了，真是麻烦。哎呀呀，我是为了安全所以上下手。哎呀，终于打开了，吓死我了。因为177这间房子的浴室呢，它是漏水的，我没法洗很好的，所以我跟楼下说能不能给我换一下。哦，他们很好啊，然后就给我换，然后是我要换到二楼去，现在我是在一楼，所以我要把行李收起来，然后自己搬一下吧。开始还说让我两点以后再进来，然后把行李放下去，后来他说哦，房间还不错，那我就你就搬进去吧。所以我还要把我这一间房子收理一下，然后我再搬到上二楼。好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是新搬进来的另一个房间，已经比上一个房间大多了啊，这样也很舒适，很多阳光。哎呀，这真好，这间比那个好多了。刚才那个冷冰冰的女孩，结果还给我换了这么好的房子，我挺高兴的。在床上摆的，因为这个德国人最出名的这种小焦糖是我女儿爱吃的，我一定会买点礼物送给她，或者给朋友也要买。这是早餐，12.9欧元一个人，可以了，吃很多的。然后这还有一个小房间，这还有小房间。这种小客厅一样的，你看这种椅子坐的会很舒服。哎，挺好，再折腾一下，然后这画也不同了，这画也不同，这灯完全是一种小半豪华的。对我来讲哈，我们这小穷人，这是放报纸杂志，我们小穷人就很高兴很高兴，太好了，可以看看街景。这是从这个方向，那太阳从东面出来。对，那就是这个是比较靠东面的了，太阳就在我的镜头的右上角，这是街景。星期天，哎，迫不及待，我要出门啦！已经收拾好了，我自己要去出门，去一个大集市。
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，好，等一下见。今天浴室也很大，很漂亮。谢谢啦，换房了，很暖的，真的很舒服的，很暖。